年末就到了，不少民众准备参加圣诞活动，还有公司的尾牙。台湾彩券也看准了年终送礼的商机，推出了三款刮刮乐的新品，头奖最高可达到500万元，而且这三款产品的总中奖率都超过了30%。台上舞者随着圣诞歌曲热情劲舞，年末将至，台湾彩券推出三款刮刮乐新品，伴您欢度年终。三款新品上市的刮刮乐，总奖金有442万个，那总奖金的金额是25.5亿。全新游戏黄金大连线，一张500元，只要对中6个号码连成一条线就有奖，总中奖率高达41.56%，头奖甚至有500万元。另一个全新推出的金钻宝盒，票面满布耀眼金砖，财富感十足，一张只要200元，头奖也高达200万元。台彩也规划100万年终奖金，60位幸运儿渴望岁末年终赚近100万，是市面上百万奖项最多的刮刮乐。圣诞节的各项跑发活动，包括交换礼物，还有我们的公司行号尾牙活动也陆续举办。那三款新品的刮刮乐，在提升活动的最高潮，是最速配的一个方式。疫情逐渐趋缓，迎接年终欢聚潮，台彩抢攻送礼市场，民众买彩券不只能做公益让好事发生，还能热络聚会气氛，甚至圆一场百万发财梦。东森财经新闻张伯祥、黄傲天台北报道。